中华县政府为着要来提倡正当的休闲娱乐，是主动邀请时代来生桌游。县长甲时代是做伙生在十八岛啊，甲二十点半，佮提供奖品予着名的时代，加上升级的桌游，佮会当延缓退化。来看卖即挂时代是生甲晚年啊认真，晚年啊快乐。县长做内场办十八啦。那是巴拉要过来升十点半，现场看起来就敢那亲像是交警同款，事实上这是管护班的活动。安尼行棋啊，训练头壳吼，训练头壳，啊，让咱的这个啊，这个头壳脑部的这个啊，这个活动更加吼。啊，搁较年轻吼，搁较年轻，啊，而且吼，啊，感谢大家安尼这样啊，这个热情的参与，啊，阮这个比赛吼，有这个用奖品来代替这个奖金，安尼吼，较表面讲外表这个行为啦吼，啊嘛希望讲啊小小啊娱乐一下吼，啊建设吼。看这段时段算到这么欢喜，很多长辈也说真怕去用公是在拔脚，所以很久没算了，真欢喜有机会可以这么公开来打牌。他十年没打啊，今天怎么想要来打啊？今天就到老的他有注意吗？有啊我爱说公开你在跟门公你真欢喜哦。对啊，对我欢喜啊。好算吗？好算啊。社会处强调，有时段因为烦恼去有竞赛，认为在跋筊，唔敢参加。事实上，这桌上游戏对予长辈消磨时间、甲刺激脑部的活动真有帮助，嘛无需要开伤侪钱。所以，县府办这届活动，安排麻将、四色牌等六种的游戏，予时段参加，用奖品取代奖金，予时段会当放心拍牌、跋十八啦。大中央新闻台谢良中华采访报道。